看到一个感恩的心情，转来开门，来甲咱的关帝爷、关圣帝君，来甲伊祝福圣诞千秋，1864年的过个生日。今日来到这个所在，我感念我当年伫汤关以前主管长，包括即马汤市的中间。也也把我警察兄弟来甲关帝爷，咱来普济寺行来拜拜，因为做警察含关帝爷一定有不解之缘，因为我带我的警察兄弟，常常咧办案的时阵，无结果的中间，需要关帝爷用中医的精神，用再坚持的精神。发挥团队力量来破案的时阵，我就来祈求咱关帝爷来给咱斗三工。所以40几年来，我拢以关帝爷的信用为祭。我们跟我们的弟兄都说过，生死同盟，齐心齐力。我们任何事情都可以克服困难，只要大家坚持，案子一定会破，歹徒一定会抓到。这就是阮当年的信用交这样勇敢的不变。也因咱大家会使讲是第二个过年，大家大拜吧，来到这个所在，回到娘家，上重要啊！要和大家所有市民结做伙，因为这摆侯友宜、国民党征召作为总统参选人，心愿敢若一个。那就挂带甲关帝爷拜拜，甲关帝爷祈求，会当予咱全台湾拢会当平安无代志。因为台湾这个时阵面对的是两岸足紧张的代志，两岸紧张，大家嘛知影讲全世界拢咧讲上危险的所在伫台湾，所以我甲关帝爷报告，希望侯友宜唔来当动断，佮会当含邱若骅咧拼两位的。大家同心同力，会当保护咱桃园，保护咱全台湾的人，让咱平安顺遂无代志。用这个心情，为国家、为人民好好打拼，让咱台湾这个土地无战争，会当和平，让咱后一代、搁后后一代，会当过一个平安的好日子。再多感谢大家，祝福大家搁平安顺遂，谢谢。关圣帝君就是我们的信仰中心，是忠义的代表，是诚信的代表啊，是舍身为大我的代表啊。那我们从小都是关圣帝君的信徒，我是台客囡仔，会使讲自家出席啊，祖师爷妈妈阿妈拢带我来家拜拜。那每一年我一定会回来啊，那今天6月24一定回来这边拜拜，而且今天非常高兴啊。要陪同我们张市长，张市长这个担任市长之后，对于我们桃园贡献非常大，那也要陪同我们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来这边参拜啊，他也是在这个桃园服务很久，那他对于我们这个关公的精神哈，是最坚持的忠义的精神、诚信的精神啊，为大局、为大我的精神，我相信这是侯市长一贯的坚持。大家都是关公的子弟，大家都是关圣帝君的子弟啊，都要秉持这样忠义的精神啊，诚信为一切的基础，然后一切为大我啊，小我小一点，大我大一点啊，大家都为大局的话啊，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团结胜选，一定能够成功，那一定能够为台湾、为中华民国来努力打拼。我再一次强调啊，所有的党员同志啊，唯一就是团结支持我们提名征召的同志，我们的总统就是唯一支持侯友宜。那其他的这些，只要是啊能够团结各界的力量啊，共同来支持侯友宜，或者共同团结为胜选，我们都欢迎。但是，任何如果伤害我们的提名同志，或者是造成分裂，这是所有同志或者是所有的蓝营支持者是绝对反对、绝对不愿意乐见的哈。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决心，也是共同的一个标准。
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，有额外的折扣。